蹲是这样的，蹲起，这个起脚开，一二三的时候，他那个蹲是这样蹲，然后开下去就插。第一题来电哦，我是演男主角柯有伦，柯有伦的阿爸。其实就是这个阵头的团长了，老团长了。换甲，往前，对，三转三，对，三，一，二，三，七，这个也是偷抢的哦，这干嘛？阵头里饰演的是武正。武正跟阿巴纳呢，其实年轻的时候两个人都是同一个师傅的，啊，个性完全不一样，啊，我武正在看草皮呀，啊，阿巴纳比较木讷一点。靠腰啊！少啊！不是干嘛？我全靠后噶。喂，你干嘛打你？你干嘛打我？我拉回去。对呀，是啊，我。稍微，我们稍微快一点点，快一拍。比如说，啪一打掉，你先看到，你把先看到，就帮他脱裤子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好了。两个人年轻的时候呢，感情也不错，打打闹闹的。但是，一直到有了第二代以后呢，大概就是这样。那他们打架就不要笑，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帮我拍拍手。真的，看这横向，来帮我拿一张椅子。打到眼睛。哎，就把这些做了。去找一下，请问书画，请问书画。还得保养吗？来，化妆把酒了。红了耶！啊，红了。对啊，红是有点红的，直接撞眼球，很蠢。OK。被这个打到了，我要让他知道我鞋子穿几号。